汇聚男神信仰光环。我不希望带着这个光环进来，我就是希望做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奋力追逐心中的那束光，看到现在30岁的一个不一样的我想。拒绝躺平，向阳而生。有时候还很佩服自己，哇，怎么这种事都敢做这样？不要内卷，追光而上。哥哥们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在帮我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。无问西东，欢乐前行。有人挑战，看到没？火药味开始了。这么浓的吗？你太在意外界对你怎么评价。杜晨是喝多了吗？要用力。都已经快50了，然后才拥有这一帮20的弟弟，我觉得很开心。Shine Super Brothers 追光的哥哥就在星空卫视。